这是一款非常欢乐轻松的恐怖游戏，你身处在一个神奇的房间里，这个房间会发生各种你想象不到的突发事件，有僵尸，有巨石，有会动的雕像，还有奇怪的人影等等。这些都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每发生一个事件，你都要回答一个更加离谱的问题，答对就过关，答错你将会面临更加可怕的事情。大家，我是宝海之鱼啊，今天来玩一款恐怖游戏，游戏的名字叫做 Frog Road， 翻译过来中文可以叫做岔路口。那这一款游戏啊，是一个问答型的恐怖游戏，我感觉非常有意思。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。哦，进入游戏了，这是操作说明啊。游戏在每次通过关卡后自动保存。OK， 我是谁？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从这里进来的吗？好奇怪的地方啊，是一个屋子。开门，这是什么豪宅吗？哎，门怎么关了？感觉像什么豪宅古宅啊。哦呦，这长长的走廊感觉不太对劲。来玩个游戏吧。不要，嘿嘿，哦，不跟你玩。哎，我往这走。所以说是两条路，选择一个回答问题的答案。什么情况，哥哥？抱歉，你别无选择，一定得玩这个游戏是吗？这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所以我们只能玩游戏了。我能跑步吗？也不能跳，好像也不能蹲呢。哎，这……哦。哦，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，强行我玩游戏。这什么奇怪的雕像啊？这是在讨饭吗？我身上没有钱呢。这是窗户外面啊。OK， 那我就当玩游戏吧。呵呵，奇怪的游戏。哎，怎么总是会闪一下的？是什么？这是拼图吗？一二三四五，第一行差不多应该有五个吧。一二三四。一共有二十关吗？或者是二十五关？大概是二十多关吧。太好了，让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。什么简单的事情？下一道题是什么呢？哦，一加八乘七减九得多少？一加八乘七减九，我用聪明的脑袋算了一下，得四十八。走。哦，啊，第二个拼图拼上了。做得好，接下来尝试一些不同的挑战。别忘记了，这是一个恐怖游戏。我觉得到后面应该没那么简单的。不同的挑战是什么？会不会有什么鬼啊？哎，前面好像有个电话。哎，问题呢？咦？咦？谁来电话了？还是我打给谁呀？哎，这不是我弄的，这可不是我弄的，这怎么碎了这个啊？啊？什么？电话响多少次？啊？你这有点过分了，七次。我猜应该是七次，咱们赌一下啊。这谁能记得住啊？哦，错了，这个拼图没有拼上。答错了，必须集中精神。哎，我能回去吗？可恶！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扰乱你的注意力的。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四声，五声，六声，啊，直接走。七声？怎么是七声啊？哦，所以说两道题是不一样的，之前是这个碎了，现在是这个东西掉下来了，这次一定就是七，之前一定是六了。你这破游戏还搞这么个玩法是吧？哦，三个拼图了，到目前为止你做的很好，我得集中注意力了，我不知道下面会有什么变态的题目。墙上有画，这次不会是考画的吧？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画可以选择的吗？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狗。等一下，那上一幅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人站着的，我没看仔细。第三幅是一个女人在吹喇叭，
然后第四幅是一个满脸胡子男 ，OK， 哦，这什么？鸡爪？是。第一幅画中的人手上拿着什么？弯刀还是刺剑 ？What the fuck？ 第一幅画，我不知道呀。哦天哪，这游戏是这么搞人的吗 ？OK， 我选择弯刀，我试一下了，我赌。哦，赌对了 ，Oh yeah！ 更多挑战即将到来，我来看看下个挑战是什么。这什么？这边有个箭头，要往右走吗？啊，这里碎了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怎么这里有个人呢？谢。哦，有问题了。僵尸的衬衫是什么款式？你这谁注意得到啊？条纹，条纹总对吧？啊，我赌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对了就过关，错了再来一次呗。哦，再仔细看一次，好的。啊，格纹，格子纹 ，OK。Oh my god！ 但不过它是恐怖游戏啊，它恐怖的程度就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拼图有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所以说一行是六个。你的视力非常好，这和视力有关系吗 ？What the？ 怎么有那么多南瓜呀？这一层的问题不会是有几个南瓜吧？不会吧？哎，不会吧？这里到底有多少南瓜？102个呀？难道是我数错了吗？那100个吧，不管我数多了还是数少了，我数了102个。那怎么说有2个应该是不对吧？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南瓜，但之前还不是真的南瓜咯，那之前都是假南瓜咯，我数了半天，这都是假的是吧？这里一共有多少南瓜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感觉这个南瓜比较大。哦，这是可以点的啊。哦，哦，所以说南瓜没有了，真正的南瓜不存在了。好搞笑，这个游戏真的好搞人哦。南瓜日快乐，谢谢你啊，我真的谢谢你，我谢你全家了。前面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烟斗。哦，你吸烟吗？是或者否？我不吸烟的，我不吸烟。可是这个怎么叼在我嘴里的感觉？哦，我不知道我这血。哎，怎么会有个南瓜怪过来打我？这里禁烟，可是我怎么办呢？它自动叼在我嘴里呀、啊！哦，这，哎，怎么突然这个雕像变了？那我往这里走可以吧？哦，哦，给你，哇、这吸烟直接爆炸了！哦，吸烟使人爆炸。保持空气清新，谢谢你哦。哦天哪！哎，前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情况？太慢了，我还要快一点。哎呦！哇！啊！切，就这儿啊！哎呀，我差一点，他不会还来吧？哦，没了没了，有多少激光出现？哎呀，
这个是人能玩的啊？应该是七根，我猜应该是七根，应该。哦，那个应该够亮了吧？是什么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那个应该够亮？再来一次喽。OK OK， 好吧，我数。啊，一二三四五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数不过来呀。这次好像是七根，是七根，我感觉应该是七根。我走这儿。啊，七根，走得快，好世界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接下来是什么呀？前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相机，这墙上都有问号。拍照片啊？给每一幅画拍照片？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我觉得得注意一下啊。这是考什么呢？问题都没出现，他不会让我拍几张照片吧？不对呀，这几张照片应该能数出来的。我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。这一关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哎呦，最后一次闪光的颜色是什么？啊，青色和蓝色有什么不同吗？它应该指的是绿色还是蓝色吧？青色吗？我没仔细看呢。超短时间内的记忆能力吗？哦 no， 错了，避开攻击不是避开答案。OK。我直接拍这个就好了。我看到了。青色。这次是青色，那之前是蓝色咯。走吧，这会儿应该是对了吧。哦哦，这好像拼出了什么话啊。影的不错。什么叫影的不错？啊，好，既然这游戏是这么个玩法，刚刚谁走过去了？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？啊？刚刚有眼睛吗？刚刚我都没看清楚啊，黑色吧？一个小矮子走过去了，我甚至没有看见他眼睛长什么颜色，一团黑的。我觉得应该是黑色吧。这次再仔细看看，所以我还得凑近了。你的意思我得跑过去是吧？啊！shit！啊，每次都不一样的。OK OK， 红色，这是我看清了。Oh no！这游戏太搞人了吧。 OK， 下一关了。这次又是什么呢？啊 ？Hello， 披萨上面应该加菠萝吗？加菠萝呀，加点菠萝好吃，对吗？我喜欢加菠萝。Yes， 快跑！快跑！我跑不了啊！哟 no！ 快看完！我跑过去了。哦 no！ 太厉害了吧！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带来和平。你们吃披萨喜欢加菠萝吗？喂，好端端的为什么停电啊？你怕黑吗？怕呀，我怕啊。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我怕。哎，我到底怕不怕呀？我怕。什么鬼？
照明电源将停止服务一段时间。Oh no， 不会吧？接下来它都是没有光，这门怎么自动给我打开了？不要这么黑啊，这么黑我真的完全看不见。现在有人在你背后，你别来搞这种啊。没人呢，哪有人？他的嘴巴张开了吗？我应该没有，我记得应该是没有。对，应该是没有，他肯定没有张开。我赌上我的人格，耶、yeah! ！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了。一半了，咱们现在已经玩了一半了。这门怎么开一半啊？哎呦，这照明什么时候能好啊？希望不会突然出现什么东西啊。哎，前面还有东西，怎么有个按钮啊？哎，通电是吧？啊？你倒是亮灯啊！你看到了多少个死？六个吗？不可能，它数量应该也不会到六个吧？五个，一定是五个。大不了重来。哎，对啊，这不难啊。So easy， 这灯怎么还是黑不隆咚的？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二、十二。十二，应该是十二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，我提前预判你的预判。错了，不是十二个。OK， 好，我数。怎么还不一样啊？一二三。What？ 还是十二个？我觉得一定是十二个，就是十二个，怎么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发现这个游戏有个规律，就比如说以刚刚那个手掌为例子，十二个还是十一个？那么我之前走的是十二个，走错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它正确答案是十一个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有一个机制，就是接下来你再一次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一定是和之前的问题答案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只要选择上一个问题错误的答案，就一定能通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怎么总是黑的呀？什么东西啊？谁杀了他？啊！我怎么知道啊？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调查犯罪线，我还当侦探啊？可是这么黑，我怎么知道谁杀了他？右边的人跑过去了，
我调查犯罪现场是吗？哎，这尸体能说话吗？喂，这谁知道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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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是选择右边。根据这个游戏的机制，我上一次选择右边选错了，那这一次一定是右边。哦，援助到达啊！不明白呀，什么情况啊？呵呵啊，又有了，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下一关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箭头？哎，啊，所以，啊，要看这幅画，这画怎么了？画没事啊。喂，现在去右边。啊！诈尸了！我撇往左边，我不信你啊！我不信你，我就去左边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哼！不要相信，这屋子里面的一切都不要相信。诶？所以说是要相信吗 ？OK 啊、现在去右边。OK， 好吧，去右边，听你的，走吧。啊，就应该听他的，好吧？你就像福尔摩斯一样聪明，谢谢你哦，我真的是谢谢你哦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灯怎么回事？电视机。哦。哎呀，是。好险！影片中的图形是什么？图形？有图形吗？随便猜一个，八边形。随便猜一个啊，哪里有图形呢？我都没看到、啊。没有高清荧幕不是你失败的借口。这，好吧，这次我要睁大眼睛看一下了啊！我操，他们直接跑过来啊！哦，看到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边形。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八边形。哦哟，搞这种啊！这游戏的玩法好有意思啊！哈哈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我就说的没有错吧？只要选择上一个问题错误的答案，就是正确答案。这个灯什么时候能好啊？前面是个什么？怎么感觉像个人头啊？发光的人头。他不会问我地上有几本书吧？不会是真的？这什么？哦，哦，哦，他的哪只手不见了？他的啊、哦，这个我好像看到了，左手不见了。哈哈。瞬间激烈，我的天啊！但是他刚刚，哎，他幸亏没有问我，他是不是张开嘴了？不管怎么样，过关了，结局就在眼前，太棒了，谢谢你哦。哦，这门怎么谁又开了一半呢？哦，笑脸，两个笑脸，他哦，三个笑脸，哦，四个。五个，我一共有多少个笑脸贴纸？我怎么看了只有五个啊？他为什么会有九个和十个这种这么多？来跟我开玩笑吧！啊，六个！哦天哪，七个 ！OK， 我仔细找找看，目前是七个。
哎，七个，那中间不算，就是六个。七个，这里才算七个，八个，我怎么数了只有八个呀？十个应该不可能吧？那就九个，我数了只有八个，那么最接近的就是九了，一定是九。我来试一下啊 ，Come on， 错了，你肯定错过了什么。来来来，啊是，哟。游戏真的是，这游戏有病啊！一个啊，我一定错过了什么？我数仔细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这个不算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小心。七个啊，八个，九个，九个呀！我数的真真切切是九个，那这次一定是九个。怎么还是错了？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这里还藏了一个，八个。Oh no， 那就是十个了。如果这边的数量没有变化，那就是十个。Oh shit， 我就知道会有非常非常阴暗的角落会藏一个，但我没想到会在这里。OK， 你将战胜黑暗，还怎么全是黑的呀？哦，这什么鬼地方？怎么连这个走廊都变成黑的了？啊，亮了 ，OK。哟，这什么？宝箱？再往前走吧。哦，这次的门没有关嘞。哦 ，OK， 钥匙。谁呀？谁呀？物理玛丽的搞什么东西？哦，哎，有问题了，这箱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宝箱是空的吗？我再看一眼，这游戏的犄角旮旯里面一定藏了什么东西。空的呀，要不要选否？我觉得这应该没那么简单，选是吧？这次我老实一点啊。我相信你啊！我认认真真的回答，可以不啊？错的，我以为答案很明显。啊？是吗？哦，这游戏有大问题。等会儿什么又突然出现什么鬼东西 ？OK。那又有人。这一次我觉得他应该会冲向我，注意啊，注意高能，并没有，他关门了。OK， 我来看一下啊，这到底有没有？这不是空的吗？啊 ，shit， 这谁能看得到啊？这东西谁能看得到啊？犄角旮旯里面有东西 ，Oh no， 小心点啊。这一次没事啊，这一次没什么东西。哦吼，我就知道箱子是空的吗？不对，箱子里面有东西的。我就知道不应该老实回答问题。我真的是太无语了。现在大概还有一二三四四关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Oh yeah， 都快胜利了，为什么还是黑的呀？能不能开个灯啊？冲！哦，又是宝箱，又是宝箱。前面不会又有什么钥匙吧？
什么东西？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哦 ，OK，OK， 啊，笑脸。有，有，哦，什么情况？又停电了。有病吧啊！你听到笑声都，好像是六次，好像是六次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瞎蒙吧。哦，对了是吧？我做对了，是笑了六声吧？哈哈哈啊！很好很好很好。哦，什么东西，什么玩意在前面跳舞啊？好像是左边那个士兵。哎，哦，到目前为止你通过了多少个问题？哦，他这个姿势好像就是邀请我回答一样。哎，首先一行拼图是六个，横向是六，纵向是四，所以说他一共有24关，4×6=24。那么接下来我还差3关，24减3等于21，这个可以啊。这个问题，那或者这可能是史上最正经的问题了。哦耶，还差2关，坚持就有回报，谢谢。最后2关了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作者最后应该会搞你一下什么的。这一关很简单，只要向右走就可以过关。真的假的？我不相信你，我走左边。这破游戏千万不要相信他任何一个鬼话，我就走左边。哇，刺死了！你太有自信了，你应该听从指示了。OK， 我听你的，好吧？走右边。OK， 我相信你啊。嗯。哦。哦，快到终点了，这是你应得的。看来有时候还是需要相信他呀。快到终点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这次是什么问题？怎么有只狗啊？哪一个是你最好的朋友？猫和狗。这，猫咪。哦，听声音是吧？汪汪汪汪。哦，它不是这么叫。嗯，很可怜的。嗯，哪个是你最好的朋友？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我选择狗。我选择 doggy， 小狗狗。那猫会不会过来把我干掉啊？哦，快结束吧，我开始想念你了。我能回去吗？我选择猫看看。回不去了，这拼图已经拼完了。还有一关。这是最后一关是吗？超级最后一关。他张嘴了。你是否忘记了这是一个恐怖游戏？不，我从来没有忘记。 No， 否，它是一个恐怖游戏。、啊，那我选择是，我选择恭喜，这是最后关卡，做出你最后的决定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还有了，这拼图已经拼完了呀，大哥。最后的决定是什么？你喜欢这个游戏吗？哎，什么声音？开门的声音。你喜欢这个游戏吗？我太喜欢这游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两边都是是啊？哦，这两边的门都是开了吗？啊，哎呦。这是最后一关了是吧？怎么两边都是是啊？可恶啊！强行喜欢了，我喜欢死了，过关了。哦，结束喽！你成功了，太棒了！哈哈，标准结局。哦，怎么还有什么隐藏结局吗？那还有个猫的选项是吗？那隐藏结局怎么打呀？
这还有双结局的，我的天哪，多谢。没得选，我能回去吗？我看看我能不能回去啊。那边只能选择是啊，真是不要脸的作者。能打开吗？你是个天才，你知道如何抵抗别人限制你做出决定的权利。我真是个天才。隐藏结局吗？好，就这样。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成功了，耶。这不过是啊隐藏结局，但这个是什么？小猫没有选择是吗？嘿嘿 OK。 哎，怎么最后还吓一下呀？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非常奇葩的恐怖游戏就玩到这里吧。分岔路这游戏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。好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